最近有一段关于陈凯琳和他的弟弟一同出席某活动的视频被传到网上，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视频中的陈凯琳穿着非常大胆，她的上身穿着黑色透视装，将她的性感身材展现了出来。画面中她的傲人胸围非常抢镜，她的一头长发随意披散在肩头，妆容精致，佩戴长长的耳饰，笑容自信灿烂。仅从外表上来看，根本看不出来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身边的男士是她的弟弟，她的弟弟的肤色和她差距很大，皮肤黝黑，嘴周围留有胡子，整体看起来有一种混血人的感觉，十分有气质。陈凯琳从2013年在某活动中得到冠军后，便开始发展自己的演艺事业，并且得到了一大把好的资源，出演了很多部经典的作品，逐渐被观众们熟知。事业上的他风生水起，感情上的他也十分幸福。他和同为演员的郑嘉颖相恋几年后便步入婚姻的殿堂，如今已经有了两个可爱的儿子，一家四口十分幸福。但从陈凯琳的状态也可以看出，她虽然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但无论是皮肤状态还是身材，她都保养得非常不错，希望未来她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吧。